是哪个疯子想到把液晶的力量灌注在这个生物里头？小心点，如果这个怪兽是用来守护暗夜堡底层的，那它应该非常致命。感觉到背脊上的凉意了吗？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 天哪！不要衡量什么形势了，你这蠢货！快点上啊！精英将会降临在你们头上，你的灵魂将会受到伤害，你自刀断我！ 我们全族的命运现在落入外人，也就是你们的手中，只因我们的女王做了这样的交易。 我不敢相信，这样的生物竟然存在。液晶的能量正在它的体内流窜，这头怪兽的身体不断散发强大的力量。我猜艾丽珊德就是用它来维持时光魔法。如果要解救大门附近的盟友，就必须杀死这只怪兽。享受最后的时光吧。 将会受到伤害，死亡是对你们的仁慈。为何要反抗能够吞噬一切的力量？ 精准无比，我的大限已至。
恶心！你把泥巴弄得到处都是！黑暗已经来了，你来口吧，小人，我知道这是您最爱吃的。宫殿就在前方，你会发现那里的警备比底层更加森严。享受最后的时光吧。整批军队都曾在我剑下化为乌有，你们有什么本事与我为敌？剑是真正的剑术高手。感受战败的冰冷，我只能自叹不如。Ah!
真希望你们看得见未来。真是傲慢，享受最后的时光吧。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亲眼看看艾泽拉斯天际之外冷酷无比，燃烧军团，毁灭万千世界。第二次机会了，我们怎么能反抗？你又有何能耐？别以为未来会这么轻松。伊崔斯觉得自己比所有人都厉害，很高兴看到有人给他一点教训。苏拉马尔会那么美，都是我的杰作，光靠我一个人就完全掌握交织自然和魔法的精妙技巧。你们竟敢在我的花园放肆！寒风刺骨，你傻逼！完了，你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。所以宫廷园艺师把自己变成植物了，我能说什么？他真的太在乎他的工作了。Man.
没用的凡人杂碎，这些夜夜连保护自己的狗面都办不到，如果让我做主，我想我的朝野很快就会得到合适的奖励。在那之前，我就收拾烂摊子，找找乐子吧。提克迪奥斯在第三次战争中被伊利丹怒风击败，要是恶魔猎人的灵魂看到金巨领主再次惨败，应该会很得意。靠近我，这个物品还在冷却中。这是为了提里奥·伯丁怪物。克罗索斯虽然没有亲自动手，但大领主的死跟他脱不了关系。
不在距离范围内。我需要靠近一点。我遇见了你的到来，命运的丝线带你来到这里。你竭尽全力想阻止燃烧军团，我的子民也面临类似的困境。我凝视所有可能的未来，试图找出答案，但真相只有一个，燃烧军团必然会大获全胜，每次显示的结果皆是如此。如果我们反抗，他们会用武力夺走我们的夜景。我不能眼看同胞失去夜景的能量，因为饥渴而逐渐凋萎，所以我们达成了协议。现在我看到的未来是燃烧军团获胜，我族得以长久，这是我必须确保的未来，我会竭尽全力达成这个目标。你的死能确保夜翼精灵的未来。来吧，让我们加快你迈向死亡的脚步。你的时间线到此结束。这个物品还没准备好。你的存在只是刹那，但我是无尽的。选定目标，未来又改变了，你的末日更近了。时间正在流逝，不可能，我注定要赢的。投降吧，我还可以赏你个痛快。
灵魂送回恶魔猎人的体内。瓦尔丹，别让燃烧军团的主宰占用。黑暗的化身，不能这样结束。你只不过打倒小兵，就想向主人挑战，太狂妄了！看看即将到来的阴影，这无尽的黑暗将吞噬你们的世界，你们还没准备好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，感受我体内的恶魔之力吧。我没有目标。怎么可能？你说吧，幸会。我们的命运即将揭晓。我代表我的族人。你说，我在听。我们不再孤独无依了。